好像很暗哦。来，地震金，今天是2022年，12月27日，农历的1月25号，然后练的是第十二部地藏经，南无阿弥陀佛，罗香扎勒法界蒙混诸佛海会喜要闻，随处皆香闻，心意奉因，诸佛很顺心。南无香闻界菩萨摩诃萨，南无香闻界菩萨摩诃萨。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唵瓦日那达诃吽。唵萨瓦婆哇苏陀萨哇达摩萨哇婆哇苏达罕。南无三藐多摩多罗僧哆罗哆罗帝韦萨婆诃。唵诶南山波哇哇日乃吽，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华，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华，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华，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诸天菩萨。华严第四会，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说偈赞佛。尔时，结林菩萨成佛威力，遍观十方，而说颂言：譬如供化师，分布诸彩色，希望起意象，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心中无彩化，彩化中无心，然不离一心，有彩化可得。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是现一切色，各个不相知。譬如供化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化，诸法性如是，心如供化师，能化诸世间，无应息重生，无法而不造。如心火异耳，如火众生染，因知火以心，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照诸世间，世人则见火，了火真实性。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人作火事，自在未曾有。若人亦了知，身是一切火，因观法见性，一切为心造。其所本然净心地，无尽火藏大慈尊，南方世界用香引，香引花引，及花以宝以宝引，无数众为祥为瑞，遍庄严。天人问火是何因，火眼地藏菩萨智，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述职上因言，称扬地藏真功德，持因机上是救众生所中惊喜，正开第一之门，掌上明珠观测大千世界，智慧因理吉祥因中，为为圆菩提，苦众生做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简上，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如是我闻于此，或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而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甘强众生之苦乐法。各前世者问信世尊，是时如来含笑唤百千万亿大光明言：所谓大圆满光明言，大慈悲光明言，大智慧光明言，大般若光明言，大三昧光明言，大吉祥光明言，大福德光明言，大功德光明言，大皈依光明言，大赞叹光明言，幻如是等不可说光明言已。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思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常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因雷音、大因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及到刀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悉阎摩天、多帅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幻众天、幻虎天、大幻天、少观天、无量观天、观音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金天、护身天、护爱天、
观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界金天、摩悉所罗天，乃至会想会会想处天，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得集会，复有贪欢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色神、安神、地神、川泽神、毛教神、昼神、夜神、空神、地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贪欢国土及娑婆世界大国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啖血鬼王、啖清气鬼王、啖贪婪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痴心鬼王、狐狸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卢观音寺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倒立天者，如之数佛。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言观故，犹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说言及当信受，小果身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我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业，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大马竹尾，三十围成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层一界，一界之内，所积成数，尽称为界。地藏菩萨证实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亿，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必知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未审试验，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柳树其形象，世人当得白幻身已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十世有佛号曰狮子，混性祭祖万恨如来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应问彼佛作何恨怨而得此相时，狮子混性祭祖万恨如来告长者子：亦正此身当惜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时，长者子应化怨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欢成佛道，以是以彼佛前立誓大愿，已经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为善位菩萨，又已过去不可思议。要真结劫时，是有佛号曰揭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是百千万亿要真结劫相华之中，有一婆罗门，你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信邪，常心三宝，四十圣女，广施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尼母未遣生性，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气，逐脉加载，广求香花及诸供祭，以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见揭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世中塑化威龙，端严必备。时婆罗门女瞻礼尊龙，背身敬仰，私自念言：佛名大劫济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坦来问佛，必知处所。时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气者圣女，勿自悲哀，我今是如某之气处。如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作业依恋，无处可问。知母在生界时，空中有声再报你耶：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及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奴役母被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已，己身自扑之解皆损，主月胡氏良解欢殊。而白空耶：愿佛慈悯，速出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时揭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耶：如供养毕，道长幌舍，端坐思维，吾之名号，即当之母所生气处。时婆罗门女行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端坐念及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汇多诸恶兽，护境铁身，挥走海上，东西池主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起时，当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舌、多眼、多嘴、多头，口咬外出，利刃如剑，七诸罪人使尽恶兽护至婆劫，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时婆罗门女以意念佛力故，自然无忌。有一鬼王名曰无睹，其所来迎白圣女曰：善哉菩萨，
何言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独答曰：此是大体为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体为之内，第一在中，是四时火。无独答曰：时有地狱。圣女问曰：我经银河得到一所？无独答曰：若会微神及息业力，会此二世中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言？而乃永会多诸罪人，及以恶受。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使之者，今四十九日后无人祭祀，为做功德吧，就拔苦难生死，又无善因，当即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海东十分游行，又以海其苦背，此皮海之东，又以海其苦腹背，三业恶因之所遭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独曰：地狱何在？无独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个，各差别。所谓大者，即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自何去？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在身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甚惑障性，行又不净，死岁日前未知身处。无独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留善现，母号耶地利。无独何斩？其菩萨曰：愿圣者且还本处，无自忧意悲恋。耶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精进三日，迎成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结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恢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因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即同生计。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行如梦归，亦悟此事已，便于极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因我近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谢脱，活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昏生即慧品第二，而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生地藏菩萨即得即在倒立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拿由他树供此香花来供养佛，毗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生世愿故，各获果证，及至刀立，心怀永业，瞻仰如来，目不暂舍。而时世尊书金色壁，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昏生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无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恶善恶习在，五亿昏生，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尽信受，或有暗善果行欠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欢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昏生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庄严和此前景，立即宜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幻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必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灰淡活身，独现其前，如光无累劫勤苦度脱罗氏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气，受大苦时，汝当忆念：吾在倒立天宫，殷勤护属，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心死解脱，永离诸苦。忆佛说偈而时，诸世界昏生地藏菩萨功夫一行，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死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昏生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生，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令归尽三宝，永离生死，自涅槃乐。但于祸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剃一沙一尘，或毫无哈喜，我见度脱，死或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离。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离。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住如喜，如人成就久远劫来化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因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灰淡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厌闻已阎浮罪报所感恶气。地藏答言：
圣母惟愿听说我出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尔时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南阎浮提，罪报名号如是。若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劫求出无期。若众生出火生血，为半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以无间地狱，千万劫求出无期。若众生亲损残柱、田屋疏泥或伽蓝内，自行淫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劫求出无期。若众生为作三门、行秽三门、破愿残柱、七管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劫求出无期。若众生偷窃残柱、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以物补其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等，当堕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从白地藏菩萨言：因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体为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千百名之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80000余里，其城纯铁高10000里，城上火计，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名曰无间。其狱周匝18000里，狱墙高1000里。西是铁围，上火色下下火侧扇，铁蛇铁狗吐火十足，狱墙之上东西而走。狱中有船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船，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船上，众业所感悉，或报如是，又诸罪人备受重苦，千百夜差及以恶鬼，口咬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偷狱罪人，护有夜差，直大铁骑，重罪人身，或重口皮，或重护背，怕空欢街，或至船上，护有铁鹰，但罪人目。护有铁蛇脚，罪人颈，百只颈内膝下长钉拔十根里，搓长搓长，圆铜贯口，热铁匠成身，万死千生，业感如是，动经业界，切而出无期。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即他荒，他荒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护而来，无间罪报，其事如是，又五世业感，故称无间。何等为无一者？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劫，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三者，非翠器拆半，因石难前，翠磨祭藻，错浊或汤，铁碗、铁绳、铁犁、铁马伸割落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可恩铁枝，从连尽解数，那由他苦赌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以里老幼贵贱，或人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系统受之，故称无间。五者若堕此狱，从出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白圣母言：无间地狱，出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辟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酬右合掌，顶礼而退。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既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护属，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前令度脱，为然世尊愿不由离。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现世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碍，如遗游网，将世残留，脱入暂出，又复遭网，以是等辈无担忧念，如既毕是网业，累劫重事，广度罪辈，无复何力。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菩萨。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化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念思念之。吾当问如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哪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之名，恨主善事世间劫，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火世尊其火寿命60000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以夷陵国王为友，同行十善，劳役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一恶王亦计广设方便。一碗花宴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死无疑。一碗花宴若不先度最苦，令死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宴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碗花宴宴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
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碗花宴，永度最苦众生，为愿成佛者及地藏菩萨是，护于过去有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明清净莲华目如来起佛寿命四十劫，向法之中有一罗汉湖度众生，因此教化一因离人，至耶观目摄食供养，罗汉问之意愿何等，观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乎救拔，未知我母身处何气，罗汉明知未入定观，见观目你母堕在恶气，受其大苦。罗汉问观目言：如母在身作何行业，今在恶气受其大苦。观目答言：我母所食为好食啖，一边之俗所食一边多食其子，或产或足之行食啖，计其命数千万护备，尊者慈悯，如何哀救？罗汉明知为诸方便，欠观目言：如可自成，念清净莲华目如来，坚持物化形象，存亡获报。观目闻已，即舍所爱行化佛像而供养之，护恭敬心，悲泣瞻离。忽一夜后，梦见夜佛身，金色幻耀，如须弥山，幻大光明而告观目：乳母不久单身，如家才结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毕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所悲泣告于观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五世乳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奴无力，还得受身，为下贱人，又护短命，受连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无脱免？观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涕而白婢子，即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若非蒙福就把我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谢脱？观目问言：地狱罪报其是因何？婢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白难尽。观目闻已，涕泪好气而白空界，厌我之母永脱地狱，必十三岁更无罪重罪，即立恶道。十方诸佛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毒，即是下贱乃至泥人之身，永劫不受者，厌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华目如来向前且后百千万亿劫中，因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拔令离地狱。第二气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欢成正解，花誓愿以即闻清净莲华目如来而告之曰：观目如大慈悯，善人为母花如是大愿，吾观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已，身为患智，寿年百岁，过世报道后单身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佛告定制罪王：儿时罗汉无度观目者及无尽意菩萨是，观目母者及谢脱菩萨是，观目尼者及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花恒河沙愿单度众生，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有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气。若意善之事，牵令一堂指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人自心归敬及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护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生妙乐，落天无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仁义宿命，因果本末，定制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即是经广宣流布，定制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由离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是经，以言乎体利益众生。定制在王菩萨，百世尊以合掌恭敬作礼而退。而时四方天王即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演：世尊，地藏菩萨以久远劫来花如是大愿，迎合至今犹度未劫，更花广大誓愿，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
善哉善哉，无今为如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是天王也。唯然世尊应要义闻佛告是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业慈悲慈悯此事罪苦众生，护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与世之故，又发众业。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若欲窃盗者，说贫穷苦毒报；若欲邪淫者，说窃割鸳鸯报；若欲恶口者，说见鼠斗争报；若欲毁谤者，说无舌参口报；若欲嗔恚者，说丑陋龙城报；若欲悭刃者，说所求为厌报；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厌病报；若欲田猎自勤者，说惊恐丧命报；若欲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其死报；若欲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反身鞭挞现受报；若欲顽补身处者，说骨肉分离报；若欲毁谤身宝者，说盲聋喑哑报；若欲轻缓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欲劫轮回地狱报；若欲污患污身者，说永在畜生报；若欲贪火转折三生者，说轮回地层报；若欲破戒患灾者，说禽兽饥饿报；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切劫报；若欲无我共高者，说必死下贱报；若欲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欲邪见者，说遍地受生报；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今初列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起，是故汝等护人护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是天王闻已涕列悲叹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简上赞：如来慈悯转带法轮，婆罗门女救此亲，结花度米金，摩耶夫人得闻。请问地藏菩萨音：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佛。地藏菩萨本愿经简中第一名号品第五二十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是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第一名号及恶报等事，此为的是末法众生之是果报。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火威神及大势之力，列说第一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罪，无日夜光，有大地狱，号即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毗，复有地狱，名耶四角，复有地狱，名耶慧刀，复有地狱，名耶火箭，复有地狱，名耶甲身，复有地狱，名耶通枪，复有地狱，名耶铁车，复有地狱，名耶铁城，复有地狱，名耶铁牛，复有地狱，名耶铁衣，复有地狱，名耶千刃，复有地狱，名耶铁犁，护有第一名耶羊童，护有第一名耶爆珠，护有第一名耶烈火，护有第一名耶根蛇，护有第一名耶臭蛇，护有第一名耶烧甲，护有第一名耶蛋眼，护有第一名耶舔丸，护有第一名耶真论，护有第一名耶铁夫，护有第一名耶多称。地藏白回：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更有交换地狱、拔舌地狱、混尿地狱、铜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船地狱、火梁地狱、火焰地狱、鸡鸭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互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者皆是等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人敌悉尼，人生计好，人障甚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千好受之，父子至亲其入各别，众难相逢，无肯代受。我今成佛威力列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普贤答言：吾以久之三恶道报，万人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人者说使令归佛。地藏白言：人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或有地狱起罪人舌使牛根之，或有地狱起罪人心业差食之，或有地狱或贪甚秽主罪人身，或有地狱刺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五性混尿，或有地狱存灰及礼，或有地狱多转火枪，或
地狱，围转胸背或地狱，但烧手足或地狱，盘脚铁蛇或地狱，七足铁狗或地狱，金角铁罗，忍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死四种物，众业行感，若敢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途，何况多狱。我今成佛为神，及忍者问列说如是，若管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赞叹品第六耳时，世尊己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火世界，出大愿身，普告诸火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轮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以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摩诃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先说地藏菩萨利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已。而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婆广若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雕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张一礼者，世人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若有女人厌离人生，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雕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传还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生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生度脱送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护持普广。若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当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实情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及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虎、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有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或普如是护持普广。若善男子、善女人人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业及歌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欠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有百千鬼神日夜为护，不令恶事则闻其恶，何况亲受诸恨护持普广。未来世中若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万生积毁半无功德及利益事，或漏水孝，或背面灰，或千人供灰，或一人灰，或多人灰，乃至一念生积毁者，如是之人，贤劫千火灭度积毁之报，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欢受恶鬼，又经千劫护受畜生，又经千劫欢得人生，众受人生贫穷下贱，诸根不济，多被恶业来结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积毁他人供养，善获此报，何况别身恶见毁灭护持普广。若未来世有善有男子女人久处传承，求生求死了不得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烟昧供鬼神游，日夜岁生转护万灾，民众降苦凄惨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意，男女俗言不便世事，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